之后，咱的研究有一定来解释的。我今麦讲的一张菜先提示哦，只要你逃出来哦，长一张的尸体啊，因为伊种的死亡，水哈，它留不住，里面都泡着，所以啊，都是一个啦哈，阿妈咪，来这提供做的，只要人平安哈，就是全是秀的。真正欢喜，啊，真正紧张，昨暝哦，还咧想讲在，啊，今仔日看到天气好，心情感觉中华民国也天佑五六四。我们妇女会在过去的23届所有的活动，针对我们的五六四。还有村里社区，还有妇女才艺，充满了积极功。把咱今仔日，咱个女子们，都把咱安排有这个才艺、艺术相关的，咱抓给相亲啊，所以讲咱高老地位一定爱做咱地位。Yeah.
望今天都一定要下雨，但是老天爷觉得好的天气，他都会来参加今天的公民大会。我今天来就是要跟你讲这，我想要讲。等一下是带动唱啊，可以啊，跳跳好，带动唱。你跟那个妹妹一样。
交接，哎，没交接顺利连任哦，继续服务的日子啦哦，也祝我们哎，为大家服务，啊，继续。感谢大家，啊，这两天服务足大吼，大家出入爱小心，哦，啊，个咱的啊，我们的赖曼赖代表吼，新年快乐，谢谢。我的
我们妇女高手都卧虎藏龙。你看，会唱的，然后呢，有企业家，对，还有 CEO， 全部都在这边了。所以说，继续把它发扬光大。来，贤贤，美代子，多代子，转不出来，再被安住啊，姐妹。在此，请代表我们理事长还有所有的会员。
像苏玉杰他们。另外一个身份，那是我们在座。
只能说感恩，感恩再感恩。那也因为有我们姐妹在做后面的后盾，所以我相信国民党一定不会亡，我们会再起的。各位了，音乐有了吗？不是，好，那我们再来练习一次，好不好？是不是？